因为在门播放三位这么难得来台湾，有没有一些心里话要分享给我们台湾的粉丝朋友？有催泪，有要哭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放快乐一点。不需要节目效果。对啊，我不一定。好，可其实我觉得吧，应该是黄金也知道我在外面的，这个又不是骗他的。我开始吧。可以。那不要叫老板，叫老板去，老板那叫又要对。要站着坐着呀。坐着吧，躺着说。好。趴，抱着说。哦。天下不乱的有主先好多两个人嘛，他知道我在的呀。说几句吧。三个人的群是吧？你别说他，然后说一句。对，他也知道我不在。还有音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好。说一句吧。好。就是那个，虽然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那就说几句那个。朋友之间的谈话吧，然后，怎么说呢？来台湾，这是第一次来台湾嘛，然后也从来没想过那我们几个能活到台湾来，真的。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就觉得在想，如果我们去台湾的话，真的会有粉丝来见我们吗？所以真的会有，就没想过。当时就觉得中间这一排的坐满就已经切这些地了。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台湾有那么多喜欢我们的人嘛，然后昨天晚上我们都已经10点多到台湾，没想到还有很多粉丝过来接机，真的感挺意外的。昨天晚上记得我碰到你们的时候，就来接机的那些几个朋友，然后我都有点被吓到了，因为我当时我还脸红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讲话。对。好像今天微博上面还有人，因为没洗头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洗头？结果你们得看还看不出来，因为我发如雪。好，继续说，你说哪了？发如雪，发如雪，你没洗头。我没洗头就来台湾。然后。怎么说呢，反正真的今天看到来了那么多人，就不管有支持我的，支持大锤的，支持我们俩的，支持那个萌萌，我觉得都真的挺谢谢你们了。就真的我突然就觉得，经常觉得当一个你们心中的，无论是麦丁也好，王磊哥也好，哪怕以后其他角色也好，我觉得都觉得自己这是一份荣幸吧，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就因为有你们，我觉得我们几个应该更有信心能越来越好吧，带来更好的作品。然后最后谢谢大家。我昨天晚上写日记吗？昨晚在背歌词，背台语，对，背台语，背歌词，台语，可是还是忘词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真的非常抱歉。那个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我下次我自己再重新录一遍发网上，好不好？好。就弥补我那个就没有唱好的。好吧。行，那那个过几天我就录。好。咱们微博见。大锤一样，一起参与，一起录，一起together。大锤要不要换你分享？我为什么一站起来感觉气场变了？没有开玩笑，就是真的，我这一次就是开始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地震了。没有。这次开始之前就感觉，好像要比之前几次要紧张要多那么一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就是，
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，然后也没想到就是就能火到这么远。我们没有被翻车啊，不远不远，我们还能火到更远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那活的，因为没有那能活，其实活的我本人来讲，我是一个就是挺普通的一个哈，然后我也没想过就是就能就走一步看一步的，就没想到能怎么样，就是现在这样，我真的是我不敢想的。然后感觉说多了都是累。好吧。尤其真的，就尤其像昨天那么晚了，然后看见还有去接机的，这里，然后，总之就是两个字，感谢。我要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吗？谢谢大家。放活动还哭了，萌萌，哎呦，萌萌，就是啊，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无论是我们仨，还是台下我们从跟我们一起过来团队的三个人，不仅仅是寄托了我们六个人的想法，包括在大陆，我们整个团队。对这次出来都非常的重视，为什么重视呢？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也从来没有人会邀请我们，跨越海峡来到这里。其实今天站在这里，我最开始的时候，在跟包括呢浩林哥说这次走的意义，非常非常大，并不是每一个电影都可以来到台湾宣传，并不是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台上，何况还有这么热情的你们陪伴。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说得到一些什么更多更好的东西，包括现在得到的东西，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满足，甚至有一些吃惊。幸福的确来得太突然了。在北京，像我们这样奋斗、这样努力的团队，其实有很多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。因为能够通过一部电影走到大家面前，这个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幻想过。我还以为我要拍五年、拍十年、拍二十年，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跟大家面对面的去交谈。包括其实自从拍了《类似爱情》以后，到十二月份之前，其实内心中一直很纠结，可能。有一些朋友会看过我之前的这个所做的事情，那在中国那边呢，有一些组织啊一些的团体，那我经常出任的要么就是主持人、声乐演员，演个小品啊什么之类的，其实习惯了站在台上。那突然有一天，大家喜欢的其实是彭春南和浩明哥。我们曾经是并肩奋斗的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不开心，我说为什么会大家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这么反而去这么喜欢他俩。到后来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自己没有站清自己的位置，看清他们俩所应该得到的东西。所以现在呢我渐渐的会退到幕后，真正的去做一个导演也好，出品人也好，公司的老板也好，去全心全意的捧黄立哥、捧孔天乐，希望大家也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，好吧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我希望全场在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三位非常。会，后面来一个飞吻。
我们现在开放粉丝问他们三个人问题，然后我们取三个人好吗？来举手啊！没有人要准备要问吗？那我就不问了。今天我们绝对不敷衍啊！既然来了这么远，有什么话？我想问呢、啊。好、啊，先黄梦先啊，导演先，来，先问导演问题。哎，都举着的手都放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举手啊！赶快不要举啊！这边有啊。导演选一个。好，随便工作人员选吧，工作人员选。你选一个，不然不我们。好，这边有女孩，女生好吗？我想问呢。好，递给后面的女生。好想问。好，为什么把花生给我吐出来？然后那个累了还会有很多床戏吗？哦耶！爆起来了！不能敷衍的，不能敷衍的，不能敷衍的，不能敷衍的。一句话，不敷衍。导演说不敷衍。导演说不敷衍的，不能敷衍的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你们看过小说吗？看。他怎么说的，我怎么拍，好吧？车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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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震！啊，你上两声喊出来吧，我直接听得到。不能剪啊！不能剪！不能剪！啊，不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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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剪不剪？不剪！那就不剪，不剪。好，问题下来，然后导演这边有送他一个笔记本，然后。哥哥，我帮你挑一个吧，挑一个问你问题。就是没有人举手啊，没有人要问吗？哥哥，这里。慎重。哎，万一就问到一些比较犀利问题的话，我也招架不住。你们谁问的不太犀利的呀？我。哥哥，我不爱讲话。哥哥，我不爱讲话。把话筒那个，好吧，好好给。刚才一直那个没有要到照片的你吗？我吗？啊，你不要呀？你不要吗？我要。三维。三维是吧？对。不是那个，不用下来，我手机里面有记录。因为上次有做衣服的时候有量过。三维，那不会选择。三维100、100、100。那不是，那是你。没有选择题，换一个。选择题里面还要选谁？还会回答的。潘玮柏跟孔锤男。潘玮柏跟孔锤男，他会选谁？潘玮柏跟孔锤男落掉水里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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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选择题，快点。选择题是吧？对，就是在潘玮柏跟孔锤男的选项里面，你会选哪个？他回答，刚刚在想哦，潘玮柏跟孔锤男。二一，想清楚，累了累了。你选谁？小巨蛋跟累了。你选谁？累了。选陈鹏，我不要他选。三，二，哎，等会儿。凭直觉，凭直觉吗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在前面吗？就是有是在什么一个特定环境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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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定环境，没有，是所有所有选择题，只要有他的答案。这选干嘛呢？你是处女座吗？不是我是处女座，我是天秤座，天秤座选择恐惧症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吧？我能不能拿其他两个东西？不信不信，三。剩三秒，三二哪两个问题换这个问题？请选择。哪两个问题换？你选去死。你好狠啊！我选择。哦。小巨。潘锤男。好机智，真的好机智，好机智。他选的话，那你选一个。我选。来，举手。那个穿黑白条的，黑白条的，对，谁是爸爸？谁是爸爸？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换个问题。我问错了什么？快点换个。
的问题，换个问题。戴帽子，戴帽子，他眼睛到底看到多远？戴帽子，真的说啊，快点哦，是，恭喜你，是准备问题是吧？快，时间有限哦，第五栋有回报了，找一下吧。喂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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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呀？啊？你会来台湾发展吗？哇！如果不在，我当然会了。还不是等于白了，他会想要多多来啊，嗯，一定会浪费。